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禁区有三首，经过时间的流逝，又出现了另外七首，形成了世界十大禁区。以下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曲子，你敢听下去吗？这是一场本应不该存在的体忏魂曲。这首曲子相传曲成之日就是作者的忌日，这首曲子导致了数以千计的自杀者，故此这首曲子又叫做恶魔之曲。第十三双眼睛，在几十年前，喀麦隆的一个部落集体自杀而死，而据说正是这首曲子所造成的。也因为这首曲子强大的魔力，从而使得他的稿件被完全销毁。黑色星期天，又叫忧郁的星期天，歌曲中具有摄人心魄和绝望的情绪。它曾有一段时间被作为死神的代名词。啊！我受不了了，本来想给大家介绍十大禁区了，可是太他妈瘆人了。那么这就是今天六刀给大家带来的世界三大禁区。你喜欢这些旋律吗？那么和六道一起去探索生的记忆吧。